我们以后不要再联络了。对于我们这样没有希望的人来说，爱情只不过是奢侈品。有钱了不起吗？比起没有希望，我宁愿没有爱情。你要成为像美式服饰社长那样，才有能拥有爱情的权利，对吧？请问这个人有没有在合格的名单里？我会亲自跟他联络的。是江太阳先生吗？是。我是美社服饰的人事客。月桂树西装店的绅士们，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东森戏剧台。